连续三天出席第68届戛纳电影节，女星范冰冰的衣着一天比一天劲爆。先是一袭绿色碎花装出场，虽然被吐槽根本是颗葱花蛋，然而隔天的花仙子装灵巧动人，立刻扳回一城。话说众女星在戛纳抢进镁光灯焦点，个个美艳逼人，不过近日却流出一批没有被 PS 过的照片，让女星们的皮肤像是被用放大镜检视一般，不止皱纹都出来了，连脸上有几颗痘都很明显。看看演艺圈公认好皮肤的范冰冰，当天的花仙子装扮被夸赞美到不行，不过对照没 PS 过的照片，范冰冰不止眼睛细纹都跑出来，就连眼袋也超明显，看起来非常疲倦。另一位冰冰更惨，穿上闪亮礼服展现好身材的李冰冰，没 PS 过的照片意外让她粗糙的皮肤全都显现，看起来简直老了10岁，跟原本靓丽的图片差超多。而穿着粉色露腰礼服出席影展的 Angelababy， 当天像个小公主一样，但在没 PS 过的照片中， Baby 额头上竟然出现一颗大痘痘，眼部细纹也多得吓人。不过有网友认为这些照片根本就是被有心人故意处理的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只能说摄影大哥们还是手下留情吧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